事情将会发生，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，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，上另一个人的可能。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，没有人完整，却有人能信任，才找到永恒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。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启程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我是阿姨，我是阿布，我是阿庆，大家好，我们是